我是公馆列车长，那一班你明天是2月24号，台北站是2:29。我们这是407次经由台东县开往树林的 DR3000型6辆二边组，加上 DR2900型3辆一边组混编型号，9辆编组才能自强啊。在台北站是进口407次经由台东县开往树林的 DR2000，9辆编组才能自强啊，在台北站。感谢各位观看。2903、2904编组，以及2952、2900。真说还蛮感动，现在配置都还蛮平均的，有2800在北部台北，然后也有2900跟2300都在北部，哇，我还以为2800全部退掉北部，哇，蛮懊悔的，就没有两边都在，感谢各位支持，就那样，拜拜。